哎，这边风机子，陛下是在对面。哟，细邦邦。他怎么追追跑去贴到医生脸上？我没有在追佣兵，有故事哦，直接抓爆佣兵了。但是佣兵没有好好走点位，完了完了，这把应该也是平局。那你啊，你这样子，你追歪佣兵啊，我们就没了呢。你想啥？还去打那个囚徒？佣兵就回来中间修，然后找医生补血，就这样子就好，不要找我，走开。啊，你这路线也不对啊，你在干嘛，大哥？你想找我帮你就对了，好，没问题。原来他是想找我帮他、啊，你顶多牵制我个十秒，我刚才那一吸拖你三十秒有差吗？啊，佣兵又被打，又转移了，又转移，又转移了，又转移了，干，多好多好，那我要直接修中间的。那这样子囚徒不算笨啊，他觉得他可能不太行了，就跑来找我帮忙，可以，可以。What the fuck？ 你们都会来找我就对了。你们都怎样？那帮忙。不知所措，就是不想抓我。哎、欸，很会耶你们。哎呦呀，我真的是觉得有够搞笑的。这囚徒跑来找我，这医生也跑来找我。对吧？这压满救就好了啦。就先修机了，不要管他了。回来修机哦，囚徒，你应该知道哪里有机子要修吧？那压满救就好了。这上面这台修完了吗？你要抓我来不及了啦，你这局已经定了，棒棒，真的。这局已经定了，已经定生死了。你只要让我过去，应该说，就算我没过去也没差，有医生。啊！他直接投降啊！哇操，自满，很快耶！哇操！